可以的，非常平稳。商品陈列是非常丰满的，库存也是很充足，人员也很充沛。我们的商品呢是从这个庞各庄我们的配送顺天府配送中心昨天晚上3点多就运到了我们的店里，然后我们的员工连夜进行打理，上板台面。实际上我们的商品在2-3天以前就已经增加到了2-3倍以上的订货和储备量，在商品供应方面是没有问题的。蔬菜方面呢，这个西红柿、黄瓜这种销冠商品呢，也是价格也是保证比较平稳，货源比较充足。